第五天我问伊，咱来几开门？所以我可以把它打开来用啊。你有拄犯足侪伫银行内底，你有没有办法把它查出来用啊？啊，无你钱夹伫银行内底，无效啊，互你安心立意啊，啊，毋过够效，无效。所以这边你也有条件无？咱边你也有条件。倒伫咱个身躯顶，你要甲啥怎用，爱有功夫无？有功夫。所以吼、哦，要用转，虽然讲爱求道，咱人人拢求道啊。上天甲你指明，咱个道伫遮，你先咱个自信，伫遮入去，你就看会着来。来嘞，来就看你来。老母就甲你讲吼，我已甲你讲，你个自信伫生活内底啊。啊来嘞，来就看你啊。所以各位。还有养性的功夫，养性是啥物？修自主的德性，所以叫做修养，叫做爱静，叫做啥？爱内敛。时时把咱的心，唔通想外口，拢甲想起来。咱即个修烦恼足重要，关系着咱未来为命的啥延续啊？咱个人哦，所以。外口伊安怎变化有重要无？其实无啥重要，伊若无影响着你，有啥物重要？迄个人做歹代志，到原地着你，无安尼茫管咧。毋是讲茫管啦，甲看较轻啦，用智慧来看，毋通互伊啥，互伊受去影响。所以爱修住啥，修住咱个啥，修住咱个好，互咱个自信，但有一个环境。但人无哪受用，所以吼、哦，伊去用修基础，伊个意思就是咱啥修足柔弱个部分，咱毋通啊无运动，心内毋通不悲伤，时时回光返照，放伫咱个心内，把咱安怎做事个代志啊，你时时回光返照，锻炼咱个啥物，锻炼咱个意识，把功夫用于咱个内底，吼、哦。所以叫做安尼，那安尼了后，为天下客。为什么要讲这个客吼？这个客，各位咱知，伫古早的时阵，伊讲出于山，入于川，为客呀。第二句就啥？有水发客，无水发客。这是无法去查的古文，古文啊，古早人解释，因为吼，就这经是微信当前性灵讲的。咱就来看以前安怎解释咯。啊，咱真个解释叫啥？山谷之间的流水，无法有找一只道吼。这叫做谷。各位，伊伫山顶，最初处的位置就是流积，积伫只，这叫做溪啦。啊，所以啊吼，咱两组伊伫一家人一步，你爱学这个溪，用用咱的。咱们那些主席心爱用的吼，所以一点吼，咱爱先了解。既然讲客，各位可能不啥了解，咱来了解讲伊的作用偌大。各位，至于咱拢知，咱过去尤其今年是毋是进前拢欠水？无法定定咧查迄个资料吼，咱们水库上低的记录，伊的蓄水量吼，就是讲我记得有到500到600。啊！咱今年的三月也四月，我迄阵就咧讲哦，伊就咧想啊，唔知是可能无水通食，因为咱们水库是咱全台湾上大个水库，伊个量吼，咱别人水库涨不了多。咱南部只要咱们水库伊若满个，咱真是等不住，是等袂欠水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有迄阵欠水，所以迄阵。心内就烦恼，啊，搁加在，咱这几个风灾来了后，真几家一百人都满。所以吼、哦，我伫一个台北的朋友吼，伊是以前的高中同学，甲我讲吼，身边南部人福气啊，一个满意吼。所以咱人需要水啊，啊，毋过水伊的作用，伊的作用为虾米？咱要注意来解说，咱吼。先请各位前面看一张图，这个图是咱各色面的教育，
大囡仔吼，讲水伊个循环，咱叫做死循环。各位，水是一个足好心道个典范，嘛是咱循环道道路开发伊个足好参考个对象。咱遮个水是怎来？落雨落地，咱个平地够好，有无啥好？咱呾讲落雨，水库遐无落水，咱就无水，因为咱也无家己水库。啊，毋过过去无水库，伊水伫倒位？水伫搁较悬个所在，咱叫做溪。水落雨伫啥物？山顶。山顶有啥物水？第一，伊个雪，我们有下雪嘛，对无？落雪，伊个雪积伫高山顶，伊个凝去无？伊会慢慢融去。慢慢融去了，伊个水就慢慢往下去流。哦，第二是啥物？雨水。山顶落雨，伊会积水袂？伊个水会顺着山，伊个水伊透过内底土甲石慢慢浮离甲聚集，伊聚集了就变做咱讲个溪。所以迄个溪拢无偌大，咱看着溪拢无偌大，啊，毋过伊个水质足清个。足侪人拢爱去山顶爱去啥物，看着迄个跳河时阵，甚至较起来食，伊个所在足特别。那水伫这个时代吼，伊个作用个少，伊伫山顶尔，还不成用哦，那个还不是大用哦。伊慢慢啊落来了后，溪甲溪落来汇聚成川，那叫做河，也是川。所以咱个那啥物，咱有一个啥物站门溪嘛，就较大滴。咱落去溪就是这溪啊，已经落来平地啊，落来平地了后，哇流搁去海里。我老对海，安尼水敢袂结束啊？唔是啊，也袂结束。所有的水，伊日头的照下，伊会慢慢蒸发，蒸发了，搁扔去天顶，凝结成云。迄云吼，时间到，伊搁一日日就变作水滴，来搁落来。所以水吼，伊的循环是生生不息的。所以火那个。那一种哦，之外有什么？对待应该是，那你来修改的各位弟兄姊妹，咱爱学水伊的作用。水伫山顶，纯净无染，啊，毋过伊的功用有侪无？无侪。咱一个人做法修，你会当做啥物代志无？无，你是道量，甲发出来，道场的工课你也袂学着的。免他修理了面，他就开始落工夫。你有作用无？你作用无够。落来了后，水慢慢落来，落来到大地了后，伫咱个平地了后，受益个人愈来愈侪。你伫山顶，动物会去食水，山顶个植物会当去食水。咱人去佚佗，佚佗个人会当较少来食。啊，其他个有啥物利益？无啊。水内底，山顶个鱼佫少啊。你落来平地了后，伊个。水量就大，内底伊个水就有侪无，慢慢啊就少。住伫溪仔边个人会当受益袂？哦，他会当受益啊！伊会当把水引来灌溉，哦，那叫做什么呀？叫做会当引水来灌溉，种七啊，种作物啊，啊，下海即块会当受益袂？会啥？甚至会当啥咧？做咱交通个啥？交通个。道路的唔讲道路，咱台湾吼无人伫水顶咧生活，无法去准去越南，哦，看着因遐行来行去拢水，因外口有海，啊，毋过因内底溪啊够侪，有人规工到嘛拢住伫船顶，雨水迄是标准的雨水卫生，所以吼、哦、水落到咱的大地了，伊的作用渐渐起来。受益个人侪无，愈来愈侪。上大个利益是水疗愈大海。过去一个时阵，咱台湾两间海运趁钱趁得侪。为虾米趁钱趁得侪？因为咱要把咱个货物做生意爱运送，你要对咱台湾送到美国。是坐飞机较紧，无唔对，啊，毋过成本伤重，有质有
会 QQ 的，所以拢坐船，所以坐船，你各位你茫小看哦。咱进人要进时间，咱是坐啥物？咱是坐飞机，啊，毋过货物伫坐拢坐啥物？拢坐船较侪，啊，所以坐船。所以吼，当伊未接受大海了后，伊个作用搁较侪，海面诶伊诶水就更加丰富。到现咱人搁毋知内底有偌侪，所以有利益众生无？有利益众生。所以最爱到大海以用叫做大，其用为大，伊个利益真正大。啊，毋过这个毋是叫大，这个不是水的大用。最伊会当自我过滤，收着日头安尼照，伊会蒸发袂？伊会蒸发，蒸发了后，伊个杂质会留伫个较轻的部分，伊会升起，咱叫做上轻者上升嘛。所以天顶的水啊，吼，足神奇的。啊，不过伊倒来了后，伊倒来了后，到地球空气都污染着，会咸啊，啊，不过袂多。经过山顶，佫有过路啊，佫有过路，所以这规个循环。所以吼，那么主，伊就爱甲咱讲吼，伊讲吼，咱为甚物伊咧甲咱讲，咱来服归于甚物归天堂去？积极用手机就你的目标要到甚物到天堂去？甚物个天堂去？就看利益天下之大用，伊的特征水，水就是水啦。伫山顶的水无染甚物物件，有清气无？非常的清气。初次的组合汇聚在志同道合的人，所以咱来学这，咱哪会做些什么？哎呀，你无安尼做哦，所以他用这个叫做 K 哦来做比喻。所以，积极用手机就为天下的客要求咱来做到迄个地步。那为天下客上敌不利，咱就会当达到咱头拄仔讲迄个目标啊。咱上道上敌袂离开咱身躯，福归有余。这个部分其实过前呢，咱拢较了解，因为咱咧讲三宝的时阵，第三宝叫做啥物？恰住吉星。合同珠海观。子亥相生，怀中宝。住家海，咱咧解释拢讲啥？住家海，家起来就是一个海洞的海。伊是啥物？伊就是赤柱。所以，有咱咧讲三宝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拢甲讲？咱甲咱就先讲，今日咱求个，咱得爱心内爱恢复赤柱之心。赤柱之心有啥物特色？天真啊！天真之心，伊无啥物啥物，无啥物奇怪个现象，无罪啊！人愈老，看囡仔拢感觉囡仔无罪，因为咱人老了后，无啥家己个，何况咱自己则做。啊，人老吼，只要无后面，只要后面，你就开始对家己愈来愈丧，愈有挫折感。啊，不过你看你个囡仔吼，心机如慢，哇，咱就啥感动啊！大家拢满意，我啊足少看到，迄人看到迄囡仔古锥吼，无满意，足少吼。那所以因为有赤子之心，伊的行为足天真嘞。第二个重点是啥？伊的精气，就是上天赋予伊的精气，完全是满意的，完全无衰弱。真气啊，咱人到老吼。毛病愈来愈大，因为咱精气失去啊，慢慢伫生活中失去啊。哦，这是一般人是安尼吼，除非各位咱有无得病吼。第三呢，无亲无戚，无亲无戚啊，无分别对待无染着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甲讲吼，这是我每样人，今日咱要成大用，道鸟要生发大用，你要学道鸟。发挥伊个真正作用，伊个根源必定爱清净无量。伊个清净无量，第一，你顺行个是啥物物件？啊，这点咱无问题。咱个道是啥物呢？自尊自我何来呢？自尊自我个道是啥物个？你做师傅个，你做师傅个道是啥物个？老婆娘个。所以咱第一点无问题。啊来个，就顺咱人啊，第
天人共办，天无问题，有问题是咱人。咱人的发心，你有情义，你有父母私心无？所以这爱用，这个用。所以吼、哦，你人私心，人间就变成无爱。你要心大用是足困难，你心大用足困难。你要心大多，咱个人来讲，你要心大多，你的发心绝对爱心平无私。咱唔是为着咧生活好过，咱唔是要为着贪好食、贪享受。你若用着这个想法来想法来想法的，必然这个足少受，足难哦，足难哦。所以第一段来讲，所以各位以己用心为主，为天下计，为天下计上业不利，为利这是咱老祖甲咱讲，第一个功夫，第一个阶段，咱来认真。第二呢，知己必守己的为天下事，我头先讲啊，知己必守己的，这叫做功夫。为天下事是你爱达到这个目标，为天下事了后，上业不敌，这就是咱会使达到的效果。那为啊，咱现在宁波叫做黄龟无敌，什么叫做必，什么叫做守？以咱易经的道来讲，叫做应该，其实以难。凡事来讲，叫做人事物的两面性。我讲的，看头前，你也知后边；看顶看，你也知下骹。看什么？看着利益，你也知影伊的弊端伫倒位。这就是。所以吼、哦，简单来讲下，这就是咱人事物的两面性。那延伸，咱来讲延伸来讲，你也使讲你大家来定。大家，你买车你目前甲户口，你买使讲面头前甲后壁，前面甲户口嘛，你买使讲咱在起厝的时阵，伊的地基甲伊顶块的建筑物伊的建设，地基背是目睭看会到，咱摸会到，咱感受会到这背。啊，毋过老祖甲咱讲，你知影背了后，你爱修起来。你去个吼，你爱听修业的，有啥物叫做业？以大顶大卡为例，你要徛伫大雅顶表演节目，简单无？实在讲无简单，实在讲无简单。你就爱啥物？人讲的台上十分钟，台下怎样十年功。所以会当徛伫大雅顶，你会当主人的表演代表各位，你已经得了真侪功夫啊！阿姆哥，阿姆哥。舞台，你那么舞台，你的功夫无法度表演，所以咱叫做啥？你需要一个舞台。各位，舞台是放上帮你建立的。何况今日有这个机缘来到这学习了吗？性能是上建立的，是咱过去到今所有前辈者伊的心血累积啊，啊无何况要安怎学？上面听我讲，像 YouTube 啊，连放几只，各位你会再试看嘛？你个放一天哦，可能哪一人看？必然就是你。你其他点到底有人看无？你个点还是一个，你讲啥？哦，因为咱无迄个啦，咱唔在做咧哦。啊，当然，我爱讲哦，我拄好推荐的，你当适合做这啦。我是刚刚毕业的，所以吼、哦，真正来讲到你这位。真正咱咧办事，伊个重点是啥？承担的责任较大。咱来讲责任的轻重，咱来讲功德的大小，咱来讲伊负责的事情的重要。大上甲大下是大下的责任较大，目前甲幕后是幕后的责任较大，前面甲后面的是后边人爱去承接，袂使互头前的物件失去。咱的资金足大，以基地的建设基础来讲，地卡足重要。基无好，像咱最近是不是有啥物所在厝崩了？地基叫为着基础嘛，地基遐重要无好，规个崩去，迄厝规间都好好个，叫无效啊！敢大，唔敢大，佫会使因袂无迄个气骨甲起起来啊！咱无遐大个吊车，规栋个吊起来，地基过较困难，无啊。所
不要总是来吃掉，不要总是来吃掉。所以吼，咱讲咱要把代志做好完成，对重要爱向各位幕后的策划跟安排，策划安排到包含人才培养，有啊，伊爱培养相关的人才，不只代志拢爱有人做，不只代志拢真正有人做。所以吼，第一个收起个，各位你若要真正成功了完，除非咱争，除了咱争取机会，当去成功了完之外，你搁爱入会啊，多个同事参加参与策划，以及计划，以及业务。好，那上面叫做田纳西，先是一个规则，边缘甲风向。你这个方法，因为咱安尼做。因为你第一个收集的建立的是一座方法，那这个方法你也使做天下你的标准，天下人也使教你的标准，同款会当成就这代志，咱叫做天下事，叫做会当适用到天下，好，所以你可以适用到天下，何归于无极啊？何怕不是何人啊？那就以家用无极来代表是什么？进行咱拢讲啊，世间诶代志拢人性，咱叫做因果有。世间事，各位囡仔捌学过易经吼，易经诶道理是安尼哦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。道是无极，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什么？两仪啊，两仪生四象，是毋是安尼？四象生八卦，然后。交错八卦交错，六十四卦就出来了。六十四卦内底每一卦拢有六条，都是三百八十四条。所以世间的代志就安尼一步一步安尼展现。啊，不过咱在做代志，你爱修有啥物？你爱有家己徛伫根源的本。所以咱讲贵啊，有啥物来讲富贵无止？因为你爱伊住咱的本体。你做世间代志，搁安怎变？本体的，哦，伊个本体的，所以你就咱个本体就是叫做无极。世间事有好有正，有好有坏，所以这物件伊本体里头，你要安怎权利？这是件代志，有好处有坏处，你要安怎抓得准？你要怎么抓得准？所以吼，应该认住咱个本体，徛伫无极个角度。无极开始策划伊的根本啊，然后用着是，过来想我头先讲叫什么？用伊用伊。最后，即个我头先讲的，你若会使安尼做，上益不尽，因为你掠了好好，吼，因为咱掠了好好，伊袂毁坏，吼，伊袂毁坏，用着袂毁坏哦，伊袂去有偏差去，你时时咧纠正，伊袂偏差去。也变质呗，也会变质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这无极有啥物？简单三句简解释，叫做道是万化伊个本体。至于咱拢知，无极个是万化伊个根本。我头先解释，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世间万事万物拢伫遐生出来，所以叫做根本。所以叫咱爱徛伫迄个角度，迄、那个理解。伊爱回复到这个梦，哦，过来，咱去看第三哦，第三阶段，第三步功夫叫做地基人修基肉，归天下国，归天下国上的乃足服归于国。这人就是公人甲侮辱，好甲歹，顺甲逆，逆就是啥？有功能，顺就是贵姓，逆就是得到好处，顺就是啥？尊心物件，吼、哦，啊，若搁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叫做利弊，白啦吼，利弊得失。当咱真真正正去做代志，你就会行到这个地步，你就会行到这个地步。我今仔来聊完学习这个课程，等下咱就开始反省啊。啥物物件讲无好，啥物物件讲了，哎，搁会使。我有把本意讲出，那么咱的进入关系，想着家己讲无好诶，你碰着啥物事？
每一个工作拢安尼啊。咱讲出的物件，咱等下就完成。咱伫道场咧了愿，咱伫道场了愿，咱有心愿去了，嘛是安尼啊。有功德，有功德，我来做安尼啊，我会使。人甲你娱乐，人甲你批评，人讲你做狗，人讲你安怎，人讲你，你安怎啊？你安怎结婚啊？好怕哦，就怕都没过。足久啊，哪里得着？哪里得着？真正很现实的几单哦，我都捌听过。你还真白，白。所以吼，哪里得着咧？学习，因为人事的问题，咱就这样就各家发言。按各位知道怎样？过去的以前的章节哦，就根据以前的章节，咱个主教官讲。中庸，庸听。咱人就是安尼，咱人就是安尼，听着好听欢喜，听着无好听生气，心情歹，气不好。人就是安尼，所以伊听的意思就听着咱人就妨碍咱自性的清净。所以恁买啊，真真正正，咱来关心咱家己的是啥物？我讲真真正正。我敢有进步的空间，其实拢有。代志制造做无好，咱去争取后头机会，咱去进步，去进步，去进步。所以，而且，咱来看，为什么？第一，咱爱守纪律。你若是一直徛位、徛伫公益、人和乐伊的部分，你敢进步？你敢看到家己缺失？你看唔对，安尼咱就规划第三阶段，咱爱啥？精益求精，咱爱求新求精的精神啊！咱就无下，咱拢有主讲，哪个主讲的？最低级营收持续是咱真真正正来员工了完，咱就爱有一个心理准备，咱是真正要利众生，咱是真正要啥？成就咱家己啊！成就众生，成就咱家己，所以徛伫玉的位，对咱的帮助许多。所以叫做第一用心之玉，咱知影你做好个无唔对啊。啊，不过吼，徛伫歹脚个，功力较大，对于咱修烦恼，对于咱的啥修烦恼的进步，会做大。那么咱也会使第一用心之玉，人间咱就会当归服一切善果。一切善果哦。那么就都要用国来形容，因为这是最重要第三阶段最重要的一种功功夫的呈现。国是啥物？啊，拄仔咱讲过，山甲山中无水叫做国。啊，咱拢用啥物？虚怀若谷。哦，咱要有一个心意叫做虚怀若谷。咱的心无量大，咱的心无量大。把人封杀都无要紧，不是不在意，是咱拢共听入来，时时环境注意。所以这个讲吼，伊重要啊，就是咱爱虚啊，虚心去受教，把人对咱有啥物，把人对咱有指教，详细听。不是讲得得对哦，不是任何的批评，你拢爱啥照听哦，不是哦。咱哪有智慧啊？有个人是故意的，有个人是无白讲的，有个人是因为心情无好，下早啊，家因翁家太太冤家，看到你把脾气发在你身躯顶啊。啊，不过呢，我也是真心甲你讲的，哦，你安尼吼，安怎安怎？所以，以心以修教，咱所有物件，拢甲吸收落来，有利一定有弊啊，有利一定有弊啊。所以你如果徛在弱的所在，你不知道你的弊端在哪里，你不知道你什么所在不好，你不知道你什么所在不足。所以你除了徛在这位了，你无法度叫做专利。什么叫专利？专研无法度利众生，你反倒等害别人，我们害别人。所以吼，各有啥？提心爱心教，第二，提怀依人物人。今日咱个道场有人人拢发心要修道无？伊必然哦，尤其
咱咧迎接新的新的时阵，为难安尼想，为难安尼想，为难贪嗔痴暗的污念，不等爱甲包容，不等爱包容，你无给伊机会，你嘛无方便所在，你爱甲包容。啊，毋过包容以外，还有对策无？你要有方法，你要有方法。啊，所以机会已经无。好的无好的，咱本着心专，所有的众生有关系，有机会咱就慢慢来应对。无同款的，咱就好好甲教育，咱爱包容，所以佛陀绝对爱用迄包容力。第三呢，以心以单情，咱需要好好去了解，真正爱承担无，真正爱承担。无好的工课，无好康的工课。爱甲打来，虚心虚心，虚你家己啦，虚你家己。我见别人无要做，我来做，我甲打起来。迄个虚心以担责哦。第四个，以己以心，咱以万德。上重要是德亲会使成就，上重要是你心大个人会使有成就。所以以功德来讲，你心善个人有心德。比你家己心得功德较多，咱家己心得当然重要。咱安尼讲啊，你若有法度互别人心得，鼓励心转，为伊心得替伊解决问题，伊总有一天心得了，你家己哪有可能无心得？别人心，你绝对心，别人心绝对心。所以吼，你爱放下家己，以咱咧心转人过程当中，你爱放下家己。所以依己以心人，叫做依心你家己心就众生。你爱为伊啥？为修德。你爱替伊创造机会，互伊会当成就，毋是抢伊的功能。那个叫需要，需要。所以这是什么？咱讲的功能。所以，时间的关系，我爱把咱这些结论哦。咱这段哦，咱就用这四个。啊，不要是咱这個，咱勒住伊个结果。那以咱广阔为宾，这是咱我讲个重点哦。咱会当伫各种个面向去讲，各位先生，会使各个体会我分享嘛。以咱咧创业个时阵，第一阶段叫做创业，第二阶段叫做经营，第三咧，你要创新成功，有三个面向。以咱发心来修得了，你要有发心阶段，你要有修得阶段，你要有心得回向阶段。以咱了愿、念愿、了愿的时阵，去阶去面上来看。第一，你要有一个念愿；第二，你要有一个了愿的过程。这个一定会有一个过程，你只要用第二步功夫。第三，咱希望愿了愿想，越愿越了。业太重，常德才会足。第四，你若讲依咱得着拥有人才，头先立下目标拥有人才，咱头先才不用人才。第二，咱的德福太开阔。第三呢，爱交棒，咱爱交棒。啊，所以吼，我啊，我用一个名言，跟各位讲，这是真的，非常难。德福的承担，因为咱要做职务，搁有承担，搁有关系。啊，那么各位，咱就是为咱的义务，平常去发表。啊，不过伫咱个人咧修行部分，咱会当用这三个项目。那这是啥物？我家己个人体会，因为咱勒住伫咱一种讲三步功夫，就是咱的三步，意思就是咱的三。第一步，时时回光返照，你就会使上天不离。第二步，时时记住咱的往事，时时思念咱的无字真经，咱会记住往事，心念的归正，自心做主人，心做啥物，随着自心去反动。咱第二步功夫会当予咱上。这个叫做老师讲的，心得爱修心，所
所以第二宝是修心很重要的功夫，咱会使用三宝、第二宝来修咱的心。第三宝叫做什么？护咱上帝会当充足伊的功夫。所以吼，这过一下，咱人间吼，好好去体会，吼，我是咱分享，啊是咱的关系啦吼。我就简单甲咱讲，报告到这。互相去学习的时阵吼，真正咱国家对道德经营解说都有真大的差别。啊，所以吼，我今日是捡着啥，咱有法度吸收，有法度甲咱牵出，加上咱家己的体悟，甲咱做报告。所以吼，以咱的经典的牵出来底，然后一种所在，然后侧门的所在，暗门咱下左边下水，然后咱接你。过一段书，啊，过一段，啊，互我得到指示。那互我呐，伫咧言事上有上万过一段咧，啊，啊，过一段，欢迎互我。